红墨代表着东方的智慧、格局和审美，然而只有在合适的舞台，它才能成为艺术和文化。企业和企业家的成功也从不是偶然。毛笋是中国智慧的结晶，它以历经沧桑风雨不变的稳固结构令人惊艳。徐经商会也正如这精巧而紧密的纽带，将徐经的企业和企业家们紧紧团结在一起，服务好，引领好，全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。